哈利路亚，大家企喺度，不如一齐祈祷先啦。哈利路亚，大家都系家人。主耶稣，我多谢你为到眼前一班嘅家人献上感恩，欢迎你嘅同在喺当中。确实无限恩典喺我身。多谢主，确实是无限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。主将以下事情交给你，求你掌管孩子，有没有弟兄姊妹听得到家书的信息？这个不是我要讲的言语，但是主，愿你启示，愿你带领这些时间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大家请坐。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很欣赏荣乐同埋阿士師，唔容易。Not easy 啊，係咪啊？多謝 Percy 同阿 Macy 啊，好嘅家人。好想同大家為我哋嘅上一代感恩。我哋係咪一定可以喺香港合法嘅居住啊？唔明我講乜嘢？有冇帶你嘅身份證？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，你有这个，你就是香港的合法居民。当然有些我都欢迎你，因为你是拿着旅游证件，合法的旅游证件入境的。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件事呢？因为你有这个，你才有特区护照，是不是？你坐在这里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上一代可能攀山涉水，经过了很多的危难，来到了香港，没拉到，走到去入境处排紧队，去入境处做什么？拿身份证咯。拿了身份证之后怎样？那就成为合法居民，是香港的家人。今天你站在的地方是家香港，香港是我们的家。无论这个怎样的环境，香港是我们的家。弟兄姊妹，新来的朋友，因为我今天想跟大家讲家书，欢迎大家第一次来的新来的朋友，有没有啊？有的，让你从座位起身，好不好？旁边的弟兄姊妹，哈利路亚，认识了耶稣没有？你们认识了耶稣的了，是不是？那位呢？后面那位认识了耶稣。OK， 耶稣祝福你们，欢迎你继续回来这个家里面，请坐啊，请坐。其实回到来教会一个家里面，我爱我的家，这个是我的家，我很喜欢这个教会，我都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地方。家里面很多的家事，所以有家务，是不是？很欣赏甜蜜的家，我们有家是听咩嘢哋啫，系咪啊？所以彼此嘅委身，彼此嘅服侍，家人的确冇得拣嘅。我哋你有冇拣话我中意喺某某嘅家庭出世，边个边个做我嘅爸爸妈妈，有冇得唔得噶？但系神嘅创造就好特别，创造咗亚当，跟住就让佢成家，系咪啊？做了个助手给他，跟着呢他又不肯负责任，所以神呢最后呢就给了一船救了挪亚一家，是不是？船字怎么写的？周八口嘛，是不是？跟着呢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跟着一代一代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生命里面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家呢是很值得、很值得珍贵的地方。家的确很特别。所以今天坐在这里，我很想大家
负一个家人的责任。家人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不懂的。哎呀，阿爸阿妈不要说那么多东西，吃饭就吃饭，说得多就走了出去，是吧？但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危险，我们不知道，父母又很担心。你如果夜啲翻嚟，佢又担心；翻个新工唔知点，佢又担心；你识咗个朋友，佢又担心。点解成日都担心啊？但系感恩嘅咧，因为喺耶稣里面咧，耶稣就话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可以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嘅告诉神。阿门。所以你有一班家长喺度，可唔可以就系大家嘅掌声欣赏班家长？请在当中的带领家长的家长起身，好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他们还有助手，那些助理家长在哪里？请起身，助理家长。哈利路亚，多谢大家一起来到带着这头家，不容易的，欣赏你们，求主继续加能赐力，让大家好好带领这头家。请坐。其实教会里面有一首歌，我不知道你识不识，或者我记错了歌词。真的那首歌词很难唱的，广东歌来的，又贱晒底贴晒地又涉晒位。要涉位活被耶稣看，是吗？好了，有歌词了。今天很想跟大家说，家要珍贵的，不单止珍惜，还要宝贵它，还要互勉同行。我看到 Elton 和士师就是很多人在后面，喂，你可以的，去吧去吧去吧，我们支持你。哇，做啦啦队挺容易，是吧？好了，让我们唱一下这首歌呢，歌词呢就是在这里，谱就是这么上下，一二三，要战地，要涉位，不要爬涉底，天天活被耶稣睇，竭力合一，唔使怕，要战地，要涉位，唔冇爬涉底，天天开心服侍神，唔嘣，唔使怕，阿门。虽然我系执口水尾，可能我嘅记忆又記得麻麻地，但是無論如何，不是你唱得怎樣，是你要行動出來。可不可以一起行啊？一起行就不孤單的了。因為很得意，香港這個熟齡環境呢，要我們成日都念耶穌，不要理我的事，不要理我，是不是？你的仔女、你的配偶可能都會，喂，早點睡吧，不要理我，是吗？说多两句，不要理我，改下口啊，多谢你关心我，得不得？很多事从我言语开始的，弟兄姊妹。所以一路一路，我们就在这里改变着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你今天的环境凉了很多，有没有添衣啊？哪个定时令的？耶稣在2013年之前来过这个世界，但在之前呢，天父就用了这个奇妙的大地。在创世纪里面呢，神又讲到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，作记号，定节令，日子，年岁。创世纪1:14，可以回去看看。咦？为什么跟大家讲时令呢？在时令当中，你知不知道耶利米都曾经鼓励人要认识神？有些人甚至乎连个时令改变他都不知道。在耶利米书8:7里面讲到，空中的鹳鸟知道知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和白鹭也守候当来的时令，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求主帮助我们。但是一路在讲时令法则的时候呢，很想介绍大家认识一下一些东西。
我哋轉咗季啦，啲候鳥好多候鳥啊，有冇去過米埔睇候鳥啊？冇啊，冇時間，唔緊要。禮拜四咧 ，JC 級咧就同大家講緊一啲大自然嘅雀鳥啊、樹木啊，你可以去有個教授級嘅人嚟到同大家講，幾開心啊！點解你唔去聽咧？點解唔去睇咧？真係唔得閒嘅，有兩個網頁可以俾大家 Apps 嚟嘅嚇，去啦嚇，唔講咁多俾大家聽。其實家咧確實係好寶貴，雀仔亦都好緊張嘅。剛才詩歌裡面也說到有鷹，是嗎？我曾經都好像一隻小小的飛鳥穿梭在這個地方，好好的詩歌。我們的生命很想做鷹，是嗎？但是鷹有一個呢，麻麻地的，但是它獨自飛行的。但是一種雀鳥呢，很特別很特別的。那種是什麼雀鳥啊？雁，又不是那個，不是校長唱那首《天邊》那隻，不是那隻。今天很想跟大家講一下家裡面是怎樣的呢？很多時候在婚禮裡面我們會講到的，讓大家除了《箴言書》是智慧的書卷，還有一篇《傳道書》，四章裡面就講到哈利路亞。《傳道書》其實上一章開始的了，這個好像是第二章來的，是嗎？是的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下一章，若是跌倒，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。讓我們一起讀好嗎？若是孤身跌倒，沒有別人扶起他來，這人就有禍了。再者二人同睡，就都暖和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？有人攻勝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，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。這個在傳道書四章九至十二節，很多時候在婚禮裡面拿來訓勉弟兄姊妹。但是這個呢，原來就是家的真題，亦都是我們服侍上面很多時候，行，我喜歡做獨行俠，做得快一點，做完了就走，是吧？但是家裡面你會看到了，兩個人總是比一個人好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拍拍你旁邊的弟兄姊妹，需要你一起行啊。所以呢，記住家人要互勉的。若果我們很多時候都說得的啦，我孤身獨行，孤身獨行呢真的很慘的，好慘的。我自己以前都是很喜歡孤身獨行，所以呢我投身了公務員之後呢，我就很快脆就坐上我自己的電單車，迅雷不及掩耳我就走了去了。但學電單車的時候呢，哦，原來好像硬一樣，有個師傅帶著去啦，那你就要跟著他，你不想留後呢，膽小小都要跟著他，不超速的情況都要快。原來呢，這個是雁的飛行，一些的跟著。為什麼雁會跟著一起飛呢？其實剛剛看了一篇很特別的文章，就講到候鳥的遷徙。現在這個時間你就會看到，特別在南生圍、米埔那些地方，你就會看到哇，很吵很吵的雀仔。因為天氣怎樣？轉涼了，開始秋到尾就入冬了，咁佢咧，亦都喺適當嘅時候佢會飛走。但係知唔知雀仔可以飛幾遠啊？好遠好遠嘅，特別呢啲雁咧，佢哋可以飛好遠嘅。假設由香港出發去北京，佢哋一群雁就可以飛得到。如果一隻雁咧，飛唔飛得到啊？佢最多可以飛到去廣州嘅啫。但係如果佢一群雁嘅時候咧，佢就可以直接飛啊飛，因為好神奇妙的創造。雁呢，它第一隻一路飛的時候呢，飛啊飛啊，後面呢就成為一個繞流，加上它的翼尖呢，好像鷹的翼一樣，那產生很多的旋渦，那呢就幫助它助飛行。那你如果一隻的時候呢，飛起上來呢很有限很有限。但是
一群雁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它可能是一直地飞。好，让我们认识一下，它是鸟的一种，是吧？形状呢略为似我，不是似我，颈和翼都较长的，但是尾足和尾就短一点，羽毛呢就淡紫，淡紫和褐色的，喜欢好叻游水和飞。其实你会看到英文应该是野鹅，敢死队那些野鹅，只不过中国人就给它一只很好听的叫做雁。所以原来真的可以学到的，你看雁就会一起飞，有时人字形，有时一字形，它不是很多的时候它会一字形地飞，互相来到配搭，互相来到扶持。但是它有很多特性的，如果突然间它飞开了，它就会知道它会有阻力。弟兄姊妹，好像我们的属灵生命一样，哇，我们回教会很开心，在小组里面很开心，是吧？肢体同行嘛，是吧？但是有时工作忙嘛，哎呀，次次你在小组都这样的时间，我加班加到来不到，哎呀，一次来不到，两次来不到，你会怎样？继续不会来咯。旁边的弟兄姊妹那怎样？call 佢咯，得唔得啊？请佢食饭啦，下午茶啦。弟兄姊妹，我哋需要呢啲肢体同行嘅生活，可唔可以啊？拍下隔篱嗰个啊，我哋家人嚟噶。阿门。所以佢咧，如果恢复翻，加翻入大队里面咧，佢就有翻嗰种浮力咧，就好自由咁样跟住大队飞翔。所以喺腓立比书二章四节都提到了，各人呢不要单顾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、哦、大家都识得这个牛头角下村那个小女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较为新鲜一点？是啊，利维斯也是主内的姊妹来的、啊、所以 你会看到她，她是不是天生就是运动员来的？不是的，她都很多限制的，但她尽力，她尽力，他尽力、啊、所以你尽力的时候呢，神知道的，神就帮他有一个沈金康好的教练帮他鼓励他。你知不知道他每一次得奖的动力是什么？教练欣赏下他做得好。其实呢，我们日常的生命里面人需要鼓励的，不是人需要骂错一点。不是，你坐得真的好了。我们小时候都是在这些层压式的压力里面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不可以欣赏一下旁边那个真的好了，跟你一起在主里面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有时候呢都会累的，累的时候怎样？累的时候怎样？有脾气咯，是不是？想睡觉咯，想睡觉的时候怎样？不要紧的，我们都是学了我们的长老王医生，你回到教会睡呢都是有益的。阿们。真的、啊、这个，因为整个属灵气候里面呢，耶稣掌权在当中、啊、你的灵里面呢听到主跟你说话的，你在家里面呢就吐了去，可能被一套电视剧抢了你的时间，可能家人再骂一下你，你又更加很颓丧地，唉，早知回教会了。所以你回到来呢啱的、啊、可以给隔壁一些掌声嘛。多谢耶稣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家里面呢确实很需要大家分担领导、啊、又要我什么责任？所以我很欣赏、啊、弟兄姊妹、啊、出去的时候旁边那个可能很多东西鼓励提醒你的，但你愿意去负责任，也都带着他，是不是？但有些东西他可以一起做的、啊、其实我们的确是要学习的。我呢就在这里看回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提到，大家好让我们一起读一下神的话语，好让身体刚才那里一路读到这里，上回刚才那里先。
好让身体不会有分裂的事，相反，不同的肢体也同样能够彼此关照。如果一个肢体受苦，所有肢体都一同受苦；如果一个肢体得荣耀，所有肢体都一同得荣耀。阿门，得一同喜乐。Sorry。所以在耶稣里面呢，我们知道为什么有时会说，咦，大家要彼此来到去分担下个领导呢，好像雁同行一样，一路飞。有没有人玩过野外定向啊？没有，好久好久之前呢，有这些这样训练做领导的，一team人可能不认识的，入到去才组成一team。咁咧，哦呢段路你做领袖啦，咁啊，哦跟住行，哎呀攰攰地啦 ，OK， 第二个上就听晒个领袖。雁咧亦都系一样嘅，佢有一个飞到去攰攰地咧，佢就会自动。另外一只咧就会上位去翻个前面嗰度啦。李家长系咪咁样噶？家长话攰，唔翻嚟咯。喂，就李家长，就李家长，哎，就李家长唔喺度，组长，组长。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分小组咯。喂，小组个组长跟我一起加入教会的嘛。但是他在主里面因着他愿意就拿起了少少责任。你要不要支持他啊？你要支持他啊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在家聚里面呢，我很想鼓励弟兄姊妹，你要爱你的助理组长、组长、助理家长、家长，他们的确很多的心力付上了。所以你有任何的事情呢，麻烦你懂不懂举手，试下举手。家长我有事请你帮我，家长不得闲，助理家长。知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他们不是空空配剑坐在那里只是看着你们那么简单的，他有属灵的权柄在生命里面的。弟兄姊妹，虽然你知道，喂 Sam， 你可以这样直称呼他，但是他是你的家长来的，你要尊重他。你尊重他的时候，他的属灵权柄在你生命里面怎样就有功效了。阿们。所以正如你的父亲，就算他是一个孤立都好，做劳力工作都好，你要回到家，阿爸我回来了，早晨阿爸，阿爸我睡觉了，早点休息了。懂不懂啊？懂，不要吝啬他啊，要说出来啊。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爱你很难说的嘛。你为什么知道难说啊？为什么知道难说的？因为想说不敢说的嘛，很难说的，真的。是不是？但是为什么你对爱那个人你又敢说的？啊，有没有说啊？今天有没有说啊？阿们。真的的，要常常说。三字真言，我爱你，对不住，原谅我，得不得？试下说一下先，现在一二三，我爱你，对不住，原谅我。阿们。真的要操练的，你知道在这里很难说出来的。为什么我这么有信心说大家说不到呢？小朋友个个疼他，到他自己懂得去照顾一些东西，做错了，我说对不住，不对住，对不住，住不对，是说不到那三个字，顺着对不住。所以灵里面呢，小朋友大人一样的。所以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呢，我们彼此要鼓励。所以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家人来的嘛，是不是？他们的家有他们好好的家人同行，真的帮他们看着执好。哦，有些真的无法停留在这里的，将他处理了他。哇，哈利路亚，这个就是家咯。弟兄姊妹，你回到你的家里面是有福的。我是有福的，我是有福的，大家自己说，不是看着我说，我是有福的，因为我在这个家里面有耶稣的爱。哈利路亚，大家跟下我说，
对你有益的。一二三，我是有福的，我在这个家里面有耶稣的爱，我都要彼此相爱。多谢耶稣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记住，记住，每一样嘢你讲咗出嚟，耶稣形象好过到将来。某某某，你成日讲系啊，耶稣，我做咗好多嘢啊。耶稣突然间同你讲 sorry， 我唔识你，就大件事啦。所以鼓励大家，你认认真真喺众人面前去承认耶稣，耶稣喺我生命，耶稣是主，掌管我一切嘅嘢。这个耶稣是形象的，阿们。所以要支持鼓励，常作支持。怎样去支持啊？有时让我们看看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，让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一二三，全身靠着他，藉着各个关节的支持，连接在一起，彼此相连，照着每一个部分所发挥恰如其分的功能，让身体渐渐长大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阿门。所以呢，亦都好想用希伯来书十章廿四廿五节，成日都鼓励大家噶啦。点解要翻家聚啊？留意以下嘅神嘅话语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倒要彼此勸勉，既知道那日子臨近，就更當如此。阿門。所以你要不要 call 你的組員啊？有邊個近排好忙冇翻到嘅？唔夠膽舉手。奉耶穌基督嘅名咧，讓你要翻主日，要翻小組，要翻祈禱會嘅時候，啲工作咧係比平時更有效率處理嘅。你完咗仲可以食埋個少少的下午茶才回来。阿们。奉耶稣的名祝福你。阿们。因为这个我自己在那时候一路回主的聚会，我都是这样。我做轮班工作的，我没有礼拜六日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有祷告，上帝听祷告的弟兄姊妹，神不是单单对我好一点，神不偏待人，对我特别好啊。咁你自己做唔做咧，就唔关我的事啦。主不偏待人，对我特别好。阿门。主不偏待人，对我特别好。主不偏待人，对我特别好。多谢耶稣。阿门。所以翻到嚟咧，神嘅话语唔系单单听嘅。头先我哋啲高材生就讲咗啦，听到咧仲要点啊？阿门。听到就要行道啊！最难咧就系行道，因为点解啊？好多时面子嘅问题，基督徒嚟噶，系啊，有乜事我可以帮你啊？可唔可以咁样啊？啊，唔系啊，吓、啊，今日唔系吓，我系新地嘅啫，系咪啊？唔系，日日都系基督徒，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嘅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嘅。有人同你讲得耶稣咧，佢系知道我要救主啊。弟兄姊妹，2003年沙士的期间，沈祖尧院长，现在 大学的校长，他就是面对自己都是一个隐身的基督徒，不要被人知道，做事呢有效率一点，但是真的面对很多的病人搞不定，那同事冲了进去，年轻的十几日前都仍然跑步跑得很好的，突然呼吸都冇气，聚集咗成班嘅弟兄姊妹主内嘅，包括嗰啲潜晒水嘅，一齐喺度等候等候。突然间有一个弟兄姊妹，主对唔住，唔好因着我哋嘅无知，让啲同事同埋病人咁宝贵嘅生命就咁就完结。这个祷告之后，开始整个沙士就不同了。所以真是主听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在主里面的身份很宝贵，特别一起在家聚里面，在你的工作间里面，
在你的职场当中，你不要觉得我只是一个。咦，知道隔壁的同事啊，主内的，咦，一起吃饭，在 pantry 倾下偈啊。耶稣最少的要求是什么？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，他就在当中。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些这样的生命特质呢？所以真的好像眼一样，要彼此的鼓励。不单止累了那只会飞在后面，旁边那只就会走上去补位。刚才我们识唱，要垫底要摄位，天天活给耶稣看，是不是？那你就是了。跟着在旁边那些会怎样？他们很吵的叫声的，叫声是什么？支持头那只，是啊，我们跟着你啊，是啊，飞对了，是啊，走啦，我们在这里。所以你去米布南生围就会听到好吵好吵吵吵吵到你都会听，哇，咁大堆雀嘅，系啊，佢又飞下飞下，个队形就出嚟。弟兄姊妹喺你嘅家聚里面，可能好多好耐冇翻嚟嘅，你鼓励佢翻嚟啦，我哋需要你啊，阿门。因为你知唔知仇敌好似突击队一样嘅咋？啊！你成队兵咧，佢都唔怕你，不过佢喺后边就做嘢。所以成日你嘅家聚里面咧，都要 all round defence， 全面戒备啊！吓，你睇住佢，佢又睇住你，得唔得啊？知唔知咩叫全面戒备啊？吓，唔系单一个方向咁望，有时大家坐喺个圈度，你就睇住佢，佢又睇住你，彼此嘅看守，彼此嘅鼓励。哇，做得好啊，姊妹，好啊，弟兄。是啊，我们家聚里面就是需要多些这样的分享。啊，我自己是啊，成日都在个窗里面对着物件好闷啊，咦，听下啲心声的为他祈祷啦。可不可以啊？回到来不是啊，我快乐，因我属于耶稣，拜拜。耶稣都不喜欢就是这样。耶稣好喜欢我们怎样啊？彼此刚才不是读了的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嘛，所以我们勉励行善之余要彼此的来到看守。弟兄姊妹用爱心说诚实话，好像眼一路飞，哇，他们飞这么远，哇，没什么气了，不用有时拍下旁边你的好帮手，有时不用说的，我太太也是有时说的，不要理我，他 会不会理我？他会理我的，他会揽一揽我，那我知道我可能讲错了东西，所以不要让仇敌有地步。弟兄姊妹，姊妹鼓励一下姊妹，弟兄鼓励一下弟兄，阿们。喂，行动吧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爱你，祝福你，我们一起同心共行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互相扶持咧，彼此关怀好紧要噶。因为眼咧，除咗佢哋有正常咁样一路飞嘅时候咧，会互相补位，又会前后呼应咁样嚟到去鼓励咧，好真系好似啦啦队咁。佢哋有个真系我哋要学习。若果有一只留后，突然间砰打咗落去，嗰两只就落去睇下佢点样得唔得？会有这样的，一只，哎呀，我飞不到了，哦，陪他降落了，看看他怎样。咦，我们真的要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这样做的？在你家聚，我不懂，我没学过急救，算了，是不是？不要这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的弟兄在哪里？你的姊妹在哪里？彼此鼓励，彼此提醒。仇敌用好多好多好多嘅嘢，边个可以入到你家里面去抢嘢噶？冇人，因为你锁好道门啊嘛，系咪？突然间我走到去嗰度，嘿，揾边个啊？吓，巢主都会问下我，外捉巢嗰、那个吓、啊，哦，想了解咩啊？好啊，吓、啊，等我助手同你解释啊，吓、啊，我哋会睇住我哋嘅领域。你的家聚里面，你身处的教会当中，弟兄姊妹，
嚇，唔好怕。哎呀，我行個街嗰度啊，哇，好多嗰啲人，我又派乜嘢咩嚇，東方閃一閃嗰啲啊嚇。若果你嘅家裏面有愛、有關顧、有團隊咧，佢能唔能夠揾邊個？哦，冇嘢冇嘢，睇睇啫，係咪啊？警察真係好打得啊！話俾埋你聽啊，佢唔係打得，不過佢有權柄嚇，就係停車，你唔停車嚇攞，好似喺瑞典定瑞士啊，一個富商超速罰咗99萬，係咪啊？因為佢哋係按佢哋嘅薪金嚟到去，唔係按佢哋嘅家財嚟到去罰款嘅，所以呢啲係世界之趣嚟啫，純粹鼓勵下大家，哇咁啊！哈利路亞！所以有時咧，讓我哋即係留意一下側邊嘅事。有啲現今嘅世代邪惡，好多你唔使睇嘅新聞咧，就唔好睇佢。有啲讓你笑下嘅咧，不妨帶翻小組笑下。一啲殘忍嗰啲、滅絕人性嗰啲，唔使睇，因為你睇到大標題已經知道佢講緊乜嘢啦。仇敵嘅工作，問翻嗰啲人，我都唔想，我唔知點解。但是地上的法律就要制裁他，但是新聞紙多謝主啦，其中一間他們那些免費報紙都不夠錢經營了，多謝主願意多些正能量，真是復甦出來。我們不拿，我們不看，有沒有損失啊？沒有損失的，所以要選擇看好的東西，聽好的東西。怎樣去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？詩篇119裡面提到的，將神的話語常常藏在心裡面。阿門。耶和華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拯救嘛，是不是？每日的主禱文裡面，你有沒有去禱告的？有沒有讓神的權柄能力充滿全地啊？願人都尊主的名為聖，愿他的国降临，愿他的旨意成就，是不是？跟着慢慢到自己那些，你怎么忙都好，按着这些来到祈祷祈祷祈祷，水滴就会石穿。行切的祷告，彼此警醒的感恩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。所以呢，真是罗马书8:28那里是讲什么话？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阿门。所以我哋好多嘢，我哋知道有艰难，有时你嘅家长、你嘅组长做得唔好，唔紧要，补位啦，唔该，可唔可以啊？敬拜会咧就系一个咁好嘅教会，翻到嚟当中咧，你系得着造就嘅。话个秘密你听啊，我初初翻去都系企喺门口嗰度嘅咋。啲負責嘅長老喺度做招待啦，我話點做噶？哦，握下手咯，哦，咁樣聽下隔離嗰啲，哦，耶穌祝福你，耶穌祝福你，咁就認識咗好多弟兄姊妹，就係咁樣開始噶啦。跟住點祈禱噶？個弟兄啊，伸隻手出嚟啦，哦，伸隻手出嚟啦。佢講我講阿門嘅啫嘛，但係耶穌聽唔聽啊？聽喎，咦，好得意喎！你按手咧，你感受到個病人。他的身體神的改變，那你以後怎樣？就信心大咯，跟住你咪懂得祈禱啦。哇，啲人嚇，當然我哋慢慢要接受訓練，接受訓練，更多嘅人嚇，你會慢慢知道佢究竟係發神經啊，定一話被鬼附咧嚇。你唔知嘅時候，哎 call 白車，白車嚟到咩事啊？佢好好休息緊啦。咁你要知道啊，學習神俾你好多嘅恩賜噶。邊個識一拎起個鑊鏟就識炒餸噶？係啦，指咗隔離嗰啲，都唔係自己嘅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個個都係從零開始嘅，係咪？我哋認識主之後，我哋就有一個好好嘅保衛師。勸慰者在我們的生命當中，讓我們有智慧，懂得怎樣去處理事情。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
憑著我們的經驗應該是這樣，哇，很多事錯了怎麼辦？對不起咯，原諒我咯，繼續來行咯，因為耶穌愛我，我愛你咯，你不愛我， Hugo 長老說怎麼辦？阿門，是咯，一個充滿愛的群體裡面，愛裡面怎麼辦？沒有懼怕，阿門，仇敵都很怕愛的，哎呀，不要啦，什麼愛啊？耶穌愛我，我愛你咯，是不是？一路在主裡面呢，就是彼此來到建立，在愛中被建立，可不可以啊？鼓勵隔離那個，我們在愛裡面一同建立，多謝耶穌先愛我們。哈利路亞，最後的了，打埋那張出來吧。我們呢，除了是個主題之外，家要珍貴，互勉同行，跟住的確是啊。可不可以一起讀上面的三行字啊？一二三，不要孤單獨行，互勉同行，要彼此鼓勵。阿門。你都會很熟悉腓立比書四章二三節嗰度噶啦，嗰度係講緊乜嘢啊？凡事謙虛、温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用和平彼此聯絡，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。阿門。哈利路亞，讓敬拜隊上台，唔該。哈利路亞，弟兄姊妹，可能你會話咁簡單嘅嘢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大家知道，我都知道佢哋分享嗰啲咧，真係唔容易。八個月我都領教過，欣賞你哋啊！呢個奇妙之旅，因為有愛我哋嘅神同行，靠著自己，我都會搖百旗。但是靠那加給我的力量的呢，凡事都能做。弟兄姊妹，讓大家一起來 起身去回應。確實今天有一個很寶貴的時刻，因為我們都在耶穌的愛當中一同的成長，但亦都同樣我們會面對不同的挑戰，讓我們一同的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。因為我成日記住家人對我們那些不是，我們的家裡面就沒有開心的日子。若果我們在耶穌裡面，耶穌多謝你在十架上面已經誠然擔當了我們每一個的軟弱，背負了我們一切的重擔。耶穌，你要我們愛我們的仇敵，何況我們的家人，我們要愛我們的家人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一講到這裡的時候，你的心裡面已經有很多的記憶出來，我很想鼓勵你真的要珍貴這個家。很多人當他意識得到他要愛個家的時候，他的家人已經越來越減少。所以今天在你的家裡面有很多家人，在教會當中更多屬靈的家人在當中，我們切實的彼此相愛，無論他做了多少傷害你的事都好，耶穌看到，聖經裡面都提到我們伸冤在主，主必報應。所以不要在當中用血氣來去攞返個公道。所以就當敬拜隊唱以下的詩歌的時候，我不理你站在哪裡，你確實知道聖靈提醒你，你要恢復回愛你家的信心。這個是由你出來，沒有人可以幫到你，聖靈感動亦都是要你這一刻放低、放低、放低，不要活在過去當中。耶穌是掌管明天的神，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。弟兄姊妹，你回到來，你知道那些神藉著祂的話語提醒鼓勵你，有些你身體上面的不舒服亦都是因為你埋怨發怒，神話你將你的怨言交給祂，
将你的怒气交翻俾佢啦。我想用每一个弟兄姊妹，你有啲对家嘅失望、唔开心、埋怨，或者你自己身体里面有唔舒服嘅，你离开你站立嘅地方，行出嚟。你记住，你唔系回应我，因为神喺度掌权，佢知道我哋嘅生命，佢知道我哋嘅软弱。家真系要珍贵，家真系要珍贵，让我哋彼此嘅共勉同行。我哋知道神好爱你哋嘅家，但系你哋好多时就系要睇下侧边嗰个点行，你先愿意去行。神今日提你系你行先，系你行先，咁你就愿意行出嚟。哈利路亚。你可以继续行出来，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较量，扶持拥抱，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，我们爱神先爱我们，随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，走往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因神先爱我们，心在天上也不要独自飞翔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，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，一路上彼此较量，扶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我们爱，我们爱，一生先爱我们，虽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，走完祝福的方向。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只要微笑，只要微笑，只要原谅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哈利路亚，弟兄姊妹，确实神已经在这里做紧，请你拖住隔离的弟兄姊妹，你两只手一定要拖住侧边嗰个，如果你侧边冇嘅，拖住后边嗰个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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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门。当拖好之后，我哋一齐祈祷。你喺侧边嘅，你都要翻嚟，拖翻喺侧边。吓，唔该你哋嘅家长拖住你哋嘅小朋友，连接翻喺整个教会嘅行列当中。哈利路亚。我想同大家一齐嚟到去向主呼求，主耶稣，赦免我，过往我嘅幼稚，过往我嘅幼稚，我嘅唔成熟，我嘅唔成熟，我嘅易发怒，我嘅易发怒，影响到侧边嘅人，影响到侧边嘅人，
亦都影响我自己，亦都影响我自己。我求你，我求你赦免我，赦免我。你嘅宝血，你嘅宝血洁净我，洁净我。先洗净我嘅内心，先洗净我嘅内心。我嘅全人，我嘅全人愿意被你所用，愿意被你所用。亲爱主圣灵，亲爱主圣灵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每日都充满我，每日都充满我。我愿意，我愿意作主你流通嘅管子，作主你。作主你祝福个管道，作主你祝福个管道。主啊，你使用我，主啊，你使用我。过往我唔够热心，过往我唔够热心。求你圣灵帮助我，求你圣灵帮助我。我好多时都睇自己嘅难处，好多时都睇自己难处。主耶稣啊，主耶稣啊，喺你里面，喺你里面，冇难成嘅事，冇难成嘅事。你话，你话，我只要信，我只要信，就必见神你嘅荣耀，就必见神你嘅荣耀。我相信你。求你帮助我，从呢一刻开始，我在这个教会当中，要同弟兄姊妹有好好的沟通，在家聚里面，我愿意服侍，特别新来的朋友，我愿意同他一起同行。求你帮助我，多谢你，我身体一切的软弱，我全然交回给你。我唔埋怨，我唔埋怨，我唔再问点解我有呢个病，我唔再问点解我有呢个病。我多谢你，我多谢你，因为你用我呢个软弱嘅器皿，因为你用我呢个软弱嘅器皿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嘅力量嘅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作，凡事都能作。纵然我起初好微小，纵然我起初好微小，我终究必甚发达，我终究必甚发达。我多谢你爱我，我多谢你爱我，亲爱主圣灵，亲爱主圣灵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充满我嘅生命。充满我的家庭，每一日掌管我的言语，让我的口说出恩言，说出造就人的说话，因为赞美你的说话常常都在我的口里面。我多谢你，你听我们同心的祷告，我们同心的呼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同说阿门，哈利路亚，你和我。阿门，爱已深深爱我们，所以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向走完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已深深爱我们，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。微笑，只要月亮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你必备让我吃苹果。我们爱，你深深爱我们，是你我不一样，我们一路唱，走完祝福的方向。我们爱，你深深爱我们。只要微笑，只要月亮，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。哈利路亚，主大大的祝福大家。哈利路亚，带着主的喜乐平安回去你的家里面，祝福你的家，祝福你的社群，祝福你能够触及的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！唔该晒所有嘅服侍团队，愿主咧大大嘅赐福俾你哋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嘅聚会咧就到呢度。记住下个礼拜我哋嘅浸礼班咧系问心事，所以若果你